你看一英亩这么大，4000多平方公尺，只要台币600块。OK， 你说这些人是傻子吗？不是哎、欸，你知道这里面有两个美国的前任总统也有去买，一个叫雷根，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雷根后来好像得了那个阿兹海默症，就是那个老人痴呆的那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卡特，两个总统曾经买过。OK， 所以这时候丹尼斯霍夫就赚大钱了，你知道吗 ？OK， 结果你想说，哎呀，这个是那个1980年代人心那个淳朴啊，笨到不行啊，然后才会在那边买，没有。哎，但是我先问哦，真的在座会觉得你觉得这个该值得投资的，请举手。有没有人觉得？哦，有人觉得值得投资哦，不错 ，OK。但是你要想哦，现在600块买了一英亩，4000多平方公尺，在你有生之年，你想说，我一定要做个，我一定要飞到月球去看一看，在我的土地上踩一踩，看一看，你知道吗？现在你想要搭一趟火箭到月球上去，你起码要1000万美金，1000万美金。结果搭那一趟比你买那个地贵上不知道几多多不知道几百万倍。OK， 所以真的，那你说1980年代，我说民风淳朴嘛，所以才会有人这样想，没有到了2010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2010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国家，连他们自己的民族都认为说他们是比较懒惰的民族，希望能够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不是说那种风化的那种行为，是他希望能够懒懒的，反正也不用做太多事情就可以赚很多钱的。哪一个民族呢？西班牙。真的，因为那个什么有一些那个台湾也有一些那个什么访问那个国外的那些国外的人的一些座谈，那个论坛的什么 WTO 姐妹会啊等等的，我曾经有看过，里面就有一些西班牙人讲说，我们国家就是比较懒啊，希望大家什么能够少做一点事就可以赚很多钱了、结果那个西班牙里面有一个女生，有一个大婶，要讲大婶，她不是女生，那反正她是女生啊，但是她不是小女生了、她已经是大婶了，她叫做什么？他叫做，突然我想看，叫做，对，杜兰，他叫安吉拉斯杜兰，这个名字还取的那个，安吉拉斯杜兰，我的讲义你也已经看到我的后面的讲义了吗？安吉拉斯杜兰，这个杜兰写的真好，为什么呢？他突然就觉得说，我也很想跟丹尼斯霍普一样可以赚大钱，他就是因为看到了1980年代丹尼斯霍普这样子赚，他也想赚。结果呢，他突然想到，有个东西没有人提，谁呢？太阳。他之前只有提卫星而已，太阳没有人提，好，我要申请成为太阳的主人。结果他就真的写了一封申请，而且是丢给西班牙政府哦，他写了一个申请说，如果今天用了太阳能源的人，到时候都要付税给我，然后呢，我所有的税收50%会给西班牙政府，然后10%作为那个老人年金，10%作为研究用，最后我只要拿其中的10%就好了。你觉得西班牙政府看到这会不会让他过？过啊！你税收50%是给我了，西班牙政府的，我不是只有人民想懒着躺着赚钱，政府也是希望能够躺着赚钱，莫名其妙就有50%税收给我，有何不可？好啊，就让他通过了。通过了，这时候安吉拉斯杜兰还在开始思考说，我要怎么去开始收大家的税，还在拟定那些税收的那个方法。结果有一个美国的前任副总统不高兴了，来，各位猜猜看，那个前任副总统是谁？已经知道了，科
克啊，也可以啦，那是翻译的问题，好，可以啦。好，他是，我讲一下，美国的某一任副总统叫高尔，我们习惯叫他高尔。高尔他有出过一本书叫做《不愿面对的真相》。不愿面对的真相，它里面就是有点讲那个环保议题，那个温地球的暖化温度上升。OK， 结果高尔就跟他讲，高尔看到就不高兴，写了一封书信去给这个安吉拉斯布兰，他就跟他讲说，那我要告你，你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凶。结果安吉拉斯想说，我还没收税就有人来告我，然后他就又回了一封书信给高尔说，太阳在50亿年前就在那里了，因为你知道吗，真正地球暖化能会造成地球暖化最大最大的元凶真的是太阳啊。OK， 因为有太阳才会地球才会慢慢温度升高啊，当然啦，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地球是冷冰冰的啦。好，但是现在问题是造成那个暖化重点不在二氧化碳，其实你知道吗，地球上最大的那个二氧化碳的气体不是二氧化碳，是谁啊？水蒸气。请问水蒸气只要有水就有水蒸气了，请问谁可以不要水？不行啊。所以我们不会怪说造成地球暖化最严重的是那个水蒸气，我们会说是二氧化碳，了解吗？因为二氧化碳我们人不需要。 OK， 好，所以呢那个什么太阳是最大的元凶，虽然那个什么那个我说那个安吉拉斯杜兰就回了一封书信给这个那个高尔说，太阳在51年前就在那了，造成地球暖化也不是我的问题啊，你干嘛跟我要？就高尔又写了一封书信给杜兰说，因为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太阳的主人是谁，我们不知道跟谁要，现在我们知道主人是谁了，我们当然跟主人要啊，不然跟谁要？哎，所以到现在为止，请问你们有需要付税给安吉拉斯杜兰吗？没有，因为他也不知道，糟糕，我收钱我可能又要再付那个全球暖化的罚款，哦，就不知道罚多少了哈。好，所以你看这边我有一个投影片呈现的就是这位大神安吉拉斯杜兰。 OK， 他还在太阳底下特别秀出他的申请书，而且通过的申请书。 OK， 好，来赶快速的讲一下哈。来，我们的八大行星哈，我们先讲八大行星。以前的分类有据以地球为界，在地球之内的称为内行星，在地球以外的称为外行星。但是后来地球学家就科学家认为说这样的分法不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另外以性质来分，感觉比较好。所以前面的四颗水晶地火都是可以踩得到地的。而且我们在地球上久了，你不要以为说踩得到地的应该是宇宙的常见的事情了，没有，踩得到地的是宇宙当中稀有。OK， 好，这四颗以地球为最大，所以而且性质都还蛮像的，所以叫做类地行星。而后面四颗木土天海，它都是气体行星，而且它有很多的特征都很像，我们讲到那再跟各位介绍。我们木星最大，所以称这后面四颗为类木行星。然后公转都是逆时针的公转太阳，八大行星都是逆时针的公转太阳，从北极星的方向看下来，我们是逆时针。然后但是今天自转方向就有不一样哦，大多数的行星自转也是逆时针的。好，但是金星它居然是顺时针转，然后天王星是躺着转，这样子转很奇怪。好，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科学家看到这个就可能会去思考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主要是因为以前太阳刚形成之前，原本这一区都是一群气体，然后后来中间开始有重力收缩之后，整个大环境的这个气体呢就开始有点像漩涡状，漩涡绝对是朝同一个方向转的，当然有可能是逆时针也有可能是顺时针，但是我们因为以北极星 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开始逆时针的旋转，
然后开始收缩，这些云气开始收缩，就粘成一颗太阳。太阳的质量越来越大之后，就点燃了核融合反应。但是外围的，因为它就一样都是逆时针，久而久之自己也形成一个小团体，就也形成一个漩涡状，就慢慢凝结成一颗一颗的行星。所以行星的自转也几乎都是逆时针转。哎，那为什么金星跟天王星一个是顺时针转，一个是躺着转？科学家就会探讨这些问题，为什么？科学家做一个推论，因为在太阳系刚形成的初期，可能有一个大质量的天体从太阳系的旁边经过，然后正好它那个扫过金星附近的时候，金星就被，因为它不用一定要碰撞，它扫过的重力就足以让它翻转，翻转之后一翻，正好翻了180度，就变成一个顺时针转。哎，你不要说地球，地球也是一样，稍微被扰动了之后变成倾斜23.5度，可以吗？然后这个天王星就也要被扰动之后变成躺了，变成90度在转，可以吗？好，然后这边我看一下这边，因为接下来介绍水星，我先把那个可能我们的测验当中有些题目有稍微提到的，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太阳系当中我先问一下太阳，你们猜猜看，我可能在题目上也没出到，你们来猜猜看太阳系最高的高山，你们觉得是在哪一颗行星上头？在八大行星哪一颗？火星，答对了。你不要，火星大概半径只是地球的一半而已但是最高的高山居然在火星而且你知道那个火星上面的高山，它那高山想说，太阳系当中很多的星星的命名，很多的星星的命名都是用那个什么，都是用那个罗马神话去做命名的，还有有的也会用希腊神话的去做命名，所以想说太阳系里面最高的高山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呢？他就用希腊罗马神话的众神住在的那个山上，叫什么？其实这不要举手，因为这我们的选择题里面的。来，我直接先赶快快速的跳一下火星。来火星这边叫奥林帕斯山 ，Olympus， OK， 奥林帕斯山。他就用那个众神居住的高山，希腊罗马神话众神居住的高山奥林帕斯。你看他的高山有多高？27000公尺 ，OK， 我以为下课了还没有打钟才会下。奥林帕斯山 ，OK， 那个27000公尺已经是台湾了，地球最高的山叫圣母峰嘛？来，赶快，圣母峰多高？这个不是应该常常念到的数字吗？8849公尺，多少？8849公尺，8849。其实大多不要写，也算你对。大多数人讲8848，所以你看，足足三倍高。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要挑战那个圣母峰的不要挑战了，去这个火星上挑战这个奥林帕斯。